只喝50cc 耶，你现在肚子不饿是不是？那妈妈帮你拍拍嗝，要喝我们再把它喝完好不好？童宝宝满3个月咯，有没有很棒？有，童宝宝满3个月啦。他不会往前耶，童宝好棒，妈妈对，童宝好棒啊，好棒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拍拍就好啦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再来一次。还要拿给你。他说一直拿不到。他很开心。爸爸，爸我也不要。你不是最喜欢小花菜了吗？恐龙自己吃，好厉害哦！那么用手机呢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，你可以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吃吗？哦，好厉害、哦！好大口哦！妈妈，这个给你。因为太大口了，对不对？
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什么 bell？ Jingle 什么 bell？ 不可以，三五分钟，看我，看我，你要背你的手机。肚子用力。我累了。好，今天好了。嘟嘟嘟！出发啦！喂喂喂喂！呀呼！好好玩，宝宝刚刚好好玩。你跳到你的叶子上了吗？嗯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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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回去，看我一声就回去，好了。爸爸跟我回去了。看我一声就回去了，我一声。回家，回家。看我一声就回家。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去回家，我回家。看我一声就回家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看我一声就回家。你吵到大家了，小心一点。爸爸跟我回家。会，爸爸会跟你回家，会。哦，看完医生就跟你回家了。先跟我回家。看完医生马上回家。嗯。哦，回家完。先回家。我们要看医生，生病的人就要看医生。你生病了。我要回家。彤彤，今天我们要搬家了，你要跟舅家拜拜吗？什么舅家拜拜？妈妈，你知道我们舅家拜拜？嗯。我还会，我们不会再回来了。嗯，我们要搬去哪里？桃园。嗯，我们要去新家了。彤彤会乖乖长大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们手手挥一下，拜拜，拜拜。嗯。好，大家早安，我们去上学喽。大家早安，我们要去上学喽。再说一次。你要再说一次吗？可以啊。因为我没办法。大家早安，我们要去上学喽。拜拜。干嘛拜拜？我才刚要开始。拜拜，说我要去上学啦。哦，对。而且我已经，应该是等我再来。再给我个。你要小心，我都怕你被刺到。你有没有被刺到？没有。为什么我剪的我都觉得被刺到？那是因为你不勇敢，然后也不小心。我很小心啊。那你也要勇敢啊。我很勇敢啊，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被刺了？你勇敢就不会觉得吓一跳啊。像我刚刚，彤彤那边有小不点哎。像爸爸，像我刚刚剪中国也被刺到，但是我没有吓一跳啊。
彤彤早安，快吃吧，做好就放好。我想要配的 Oreo。好，你先弄好。我想配。你要黑色的 Oreo 还是白色的？还有两种。白色。白色的。这是什么龙？好，那它是怎么样？哦，好可爱哦！滑鼠不是这样用，滑鼠是放在桌子上，好不好？滑鼠放在桌子上。可是我的滑鼠的线不够长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好痛哦！不可以把脚放在我的脸上。好臭！我把它录下来啊。眼睛轻轻闭。嗯。要不要把后面那个灯关掉？我工作的灯。好，把后面的灯关掉，好不好？会比较好睡。可以看我们的庆祝动作了，我跟他有新的啦。你看比我都有。就是篮球员、篮球选手都会发明这种庆祝，进球了之后，哎，投进了，呼啊。我们现在想要看电视，可是有个小孩在我前面一直跳舞，跳个不停。来换一种舞，换按。就是这样绷紧绷的意思，两边哦，两边都要。这边有撑吗？啊，你拉这边，我拉这边，你拉这个地方，拉撑，好拉，好撑了，撑了，太用力会破，不要太用力。对，我们来练习一下，一有动静我就可以准备。对。动上一个，一二三，看这边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他打呵欠了吗？还是要哭了？好，你们再看一下。嗯、我刚刚在想努力教他讲话。好，一大，一小，接下来的生活就是这样子，一大一小的生活，差六岁，你们两个差六岁的育儿生活。他现在零岁，我现在六岁，所以是差六岁。当当当，刚刚喝完奶奶，我现在跟他玩一下。你跟他玩，对啊，你跟他玩一下，我去弄早餐给你们吃。东东，小东宝，我们要去上学喽。我们要去上学了。对，今天圣诞节，来帽子脱下，戴口罩。